我先看一下各年的利润，如何做各年利润统计枢纽分析表。好，游标落在这个表格里面的任何一格，一做这个动作，二插入，三枢纽分析表。你有没有发现它会自动扩大选取的订单这个表格？所以这边四直接点确定就好了。五个年，刚刚我有做了一个年，然后请把年不可以放在值这边，要放在列这边。然后第七个动作，请勾利润。那第八个动作，请点这个枢纽分析表分析底下的枢纽分析图，确定。你也不要浪费很多时间，就只要设计，然后去挑一个非常适合放在简报上面的这种图，九个动作就做完了。好，麻烦请你们先动手做这个九个动作。